希望生活能够赶快恢复正常。马上来为您统计的就是高雄灾区截至目前为止水电瓦斯还有通讯情形。目前的停电户是还有2268户，停水户呢有6000户，而瓦斯停气的部分呢仍然有13432户没有办法正常使用。在通讯部分呢有262户停话，10座基地台待检修。另外呢，当地还有一处中油的加盟站仍旧停业。